会弹钢琴的男人是不是很帅啊？这男孩超级阳光，云文云武。重点来了，他还是位贵公子来着。他是廖维杰 Winston， 台湾最大日用玻璃制造商华夏玻璃第三代二公子。你们觉得 Winston 像不像王菲的前夫李亚鹏啊？我要晕了，快来扶我！小时候喝的弹珠汽水是所有台湾人的青春乡愁，最早就是廖家所做的。第一次喝到弹珠汽水，我还记得是冰淇淋口味的，哇，好好喝，好好喝啊！有时候可能卖几瓶，然后可能就跟老爸哀哀说：“哎，这老爸，这瓶可以给我免费喝。”弹珠汽水最好玩，就里面有那颗弹珠，跟着我哥比赛弹弹珠。我最欣赏的男明星应该是 Christian Bale， 就是演蝙蝠侠的蝙蝠侠那一位。欣赏他的原因是因为他很有毅力，为了追求那个角色，他会自己不断努力去超越自己。那我觉得身为一个男生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我记得是我大二的时候呢，跟我的同学去滑雪 snowboarding， 因为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滑雪，我是完全不会滑哦。记得第一天我走在山上，我总共摔了36次，终于学会了基本事。然后第二天我就当个就像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死小孩，我就朝下一个难度下去。这是一个自我期许，我今天我决定要做到什么事情，我就是要达到。认真的男人最帅啦，大概共丢不丢啊？我喜欢长头发、秀丽、善良，而且有灵性、很聪明那种感觉。Emma Watson 就是在这演《哈利波特》那一位，要高学历，嗯，头脑要好，然后又有长相，这样要求会太高啊？而且会魔法，这样会还有魔法，嗯。